里少年，一个人可以喜欢一件事多久？两年、三年，还是十年、二十年？有一位大叔，他做了一件事，做了一辈子，每个月拿着微薄的工资，帮助别人年入好几百万。这种情况，你听说过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不妨你听我说。在广西南宁中山路，有一条夜市街，这里一到夜晚就灯火通红，无数小贩在这里立起了自己的招牌，开始赚钱养家。七姐是这里的一位个体户，她说过一句话，这条街的人谁没有个一两百万，个个都辆车好房，但只有2008年七姐就一个人赌输了280万。有人对七姐说，哎，你翻不了身呐。可七姐不以为然，她说两年，只要两年她翻给那些看不起她的人看。她也不怕钱多被人惦记，面对采访直接公然地说，自己固定资产就有一两百万，房子更是有好几套，怕个球啊。而夜市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六叔，他的房子被拆了，他的店铺被拆了，现在只剩下个摊位。夫妻两人曾经经营一家烤鱼店，想吃的人那是数不胜数，几乎每天都要排个大长队。可如今房子没了，店铺也没了，虽然他们是条街的代表人物，可其实他们也非常担心，哪天摊位都没了的话，那孩子一家人的花销到底该怎么办。可这些个体户再牛逼，却依然需要在一位叫九叔的男人手下干活，因为这条街是他打出来的。他是这个夜市的市长，前任退休的市长对九叔调侃道，他就是夜市市长，因为这里的人大多数曾经都是三教九流，想管住他们将一条街修整得有秩序，总需要一个狠人。九叔在9岁的时候父亲身亡，母亲改嫁，他没有跟随母亲，而是一人独自流浪，自己养活自己，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，所以一些违法的勾当自然也就涉及到了，最后还是没有逃过制裁而被抓进去关了。在里面劳改多七年中，他学了一些功夫，一个人可以打两个，那狠劲真的没得说。如果不是劳改场地被撤销了，九叔自由了，不然说不定他有可能会待上一辈子。可谁知他真的打算待一辈子，因为领导让他回家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特别心酸的话，他没有家，这里就是他的家。可如今家又没了，九叔就回家开始独自管理曾经的中山路，谁惹他他就打谁，他没有亲人，所以比狠的话还真没有人比得过他。谁没有个家人跟这种不要命的人闹，简直就是找死。经过5-6年的时间，这条街才有了雏形，也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有人管理的夜市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政府开始盯上了这条有潜力的街，曾经他们管不住这些人，索性就不插手，警告警告而已。可九叔的出现，政府就任命九叔为夜市管理员，摊位费也正式纳为房租，九叔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兵，他们的报酬也成了公家饭碗。而九叔需要管理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很多，无非就是纠纷问题以及摊位领地的问题。这里的个体户花上了一天晚上就可以营收入1.2万，有时候多出一张椅子就可以多挣到一分钱。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这么想的话，那这夜市就只剩下摊位，没有人群流动的位置了。之后九叔日的连续的出现，让老板将自己的摊位收进去，不可以超过指定的位置。可等人的财路，为什么九叔不会被众人围殴呢？那是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，这条街也许没多久就要消失了。九叔也懂得人情世故，他会在保证有足够人群的流动空间前提下，给这些摊位多占一点位置，只要不是大检查，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还有卫生必须一直搞好啊，不然九叔的臭脾气那可不是盖的，他对任何人都是严肃处理，可是私下却会好言相劝对方不要乱来，因为规矩就是规矩，如果所有人都乱来的话，这条街就会被政府给拆掉。九叔是真心为了这些摊位的人着想，他们需要九叔，九叔也需要他们，一者是为了金钱，而另一者这是因为心血。这条街打拼出来可真的不容易，所有人和九叔的关系并不单纯于管理和被管理，他们私下关系都极为不错，打牌喝酒唠嗑那是每晚必须有的事情。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是心甘情愿，可大多数人真的很感谢九叔。九叔还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希望这条夜市可以得到全新的改造。每次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别提有多兴奋，但是他也有累的时候，因为他也想退休了，可是想要找到像九叔这么优秀的人实在不容易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政府后来将另一条街也交给九叔管辖，那里人起初哪管你是几叔，恶业都不服。可是九叔丝毫没有胆怯的时候，开嘴就骂，骂不听再骂，骂到你服为止。比流氓啊，谁有九叔当流氓当的久？俗话说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流氓
还是九的牛啊。在这种管教下，这条街很快就有了新的秩序。九柱的一生有三十年都是付出给了夜市，所以第一任老婆跑了，嫌他没钱；第二任老婆也跑了，太过傲娇。直到现在，第三任老婆从不会去抱怨什么，而且还天天跟九叔在夜市巡逻。现在儿子一个，已经结婚了。儿子虽然没有结婚，但也不需要太负担什么，唯一就是这个孩子太皮了，管不住，再难听的话也没有用。似乎继承了九叔的脸皮，跟好言相劝，一杯啤酒敬一下，父子关系就又和好了。这种情况就和九叔的兵很像，他训斥那些兵的时候也是特别的粗鲁，要有多粗鲁就有多粗鲁，可却都是在说事实。可是再没过多久，这些人或许就真的不用干了，因为这个夜市被拆只是时间问题了，图纸规划已经被定下来了。可是在没有拆迁之前，九叔永远都是这里的夜市市长。片名九叔，掌管夜市三十年的江湖人生。纪录片的意义就在于将真实搬到荧幕上，一个月的薪水只有几千几百，就看着那些商贩年入百万的心情是怎样的呢？大多数人的心态或许已经崩了。人生其实就像棵野草，起初啊四处飘零，可在落进一片土壤后便会扎根，一瞬间一辈子啊就过去了。我是少年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请点个关注，那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